选在今天登场。最新消息，我们再带您掌握川普的副手搭档范斯在稍早现身了俄亥俄州的投票所，投下神圣的一票。他带着妻子和小孩前往投票所，看起来精神奕奕，神情轻松。他乐观地说，认为川普和他能够胜选，但是他也强调，无论是谁胜选，都可能让将近一半的美国民众失望。另一方面，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在两周前已经在明尼苏达州进行了提前投票。